教大家快速学会画个写实青椒。首先画一个横短线，两端往下延长，画两根弧线衔接在一起，代表辣椒。顶面画上青椒梗，小小青椒型就拿下啦，超简单。开始上色，绿色青椒可以用互补色方法，先用朱红色将青椒的重色部分平涂一遍，再整体叠涂一遍草绿色，受光部分留出来，这暗色效果是不是 nice？ 关注我学彩铅不迷路哦。青椒重色部分叠涂深绿和橄榄绿加深，受光面和重色衔接的部分用草绿色进行过渡，白色把暗面里的反光提浅，加强质感。青椒重色旁边用高光笔点上高光，青椒梗先平涂草绿色，然后在梗的左右叠加橄榄绿，中间留出长条高光，灰色画出渐变的投影，再叠加红色和绿色环境色，一个饱满透亮的青椒就画好了，完成。